周边的已经是定时的，我是介于介皮的。龙卷这边边画一下，下边画很快。好，够了，画很快。他这样接龙，为了是走的时候不能皱。哎，秋天那个死的，你如果你接斜了的话，到时候就皱开了，两个材料就错开了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现在在秋天这边是死的，所以这个龙卷放到这个地方的地方。但是母卷放上来直接放到中间就没错，能接皮了嘛？对，稍微错一点没关系的，不要错的太多了。就是要不要上下接啊？啊，中间肯定要上下接。那个是咱们先去。不上下接还真是还在。先拿刀片，干一下，把这个拔开。放缝隙中间是不是？等一下等一下啊，放。刚刚放底下就好了，所以呢，就是接重叠一点应该没关系，叠一点没事。你刀片，不要用嘴，底下嚼的，就。